他是12岁出海，14岁当海员。那这一次他的船只被海盗打，你们要看哦。啊，接着啊，就说要到中国，好，一个海上另外一条路，好。那葡萄牙人当时他的这个航海技术比较高一筹，他觉得呢，显然不对啊。那葡萄牙人没有支持他，后来西班牙国王支持了他，他在1492年啊就下海，就按照他所想象的出了海向西走。当时他的船呢是非常的小，啊，像很难想象呢，在这个海上呢遇到狂风暴雨呢，啊，会怎么样？啊，那个时候有很多这些船员都不愿意出去，不愿意冒险。后来再往东，啊，经过好望角，啊，是葡萄牙人最早找到了东方，啊，据说是在马六甲海峡，是吧？啊，是葡萄牙人，最早找到了东方，找到了中国。那这个哥伦布呢，他呢为什么那个时候啊他不听话，他能把我提拔他的弟弟来陷害一些人，那最后他被关在监狱，死在监狱，就说他致死呢也认为他找到了是印度，是中国，其实不是。那后来这个西班牙，这个哥伦布呢，他的家属他的后代呢，现在呢都住在西班牙，在据说是就是他的祖宗。那他的后代呢，每年啊都在哥伦布出生的日子呢，都到热那亚来给他献上鲜花。啊，现在鲜花在他的墓志记载，没有说讲喝茶，就是中国人嘛，吃茶吃很多。那但是呢，这是有人这样怀疑啊，有人说是他胡说八道啊。在马可波罗呢，就说死之前呢，大家就有的人就说你这个讲的就是乱讲的，啊，不是马可波罗，他说我才是记下我所见的一小小部分。他把当时中国写得非常强盛，当时中国有三大海港啊，一个是扬州、广州和泉州啊，就三大洋港，三大海港。那他又说泉州呢，就说那个海港啊，你这边啊威尼斯有一条船，泉州就有100条船啊。这么意大利它北部都是整个边境都是由阿尔卑斯山覆盖，然后从西部它在从
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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